在吗？等一下还在帮太太。阿俊不在哦，今天阿俊不在。啊，忘记告诉你了。等我一下，我觉得我这边可以调整一下。哎呀，应该要走战车时间。对，单机游戏资讯名称，再到战舰世界。最近广告打真凶呢，我。快再来30个人按赞，我的粉丝就有2000人了。哎，这样有没有好点？反正下面是空白的嘛，我们可以放多一点。哎，有没有好多了？啊，既不杂乱又干净，好棒嘞棒！你到6阶了对吧？对啊，6阶。哎，你不要开7阶啦！没有，但没有啊，我这只是我。我刚，你只是想炫耀就对了。我上一场退掉最后一台船是这一台，所以他一回来就是跳这一台。我刚直接组你就会跳这一台。哦。可是我在想，我要不要买一台奥巴回来？可是那个青叶实在太烂了，算了，我还是开克里夫兰哦。我看一下我克里夫兰配件可不可以再加？可以耶！终于完全体了我的船。哎呦，穷死我了！我的妈呀！哎，我有点想搞一台金刚出来，你觉得嘞？搞啊！到时候我们再去玩 DG 的。点技能哦。嗯，技能要什么呢？你技能有什么可以点吗？次要武器重新装填，次要武器交战范围效率。还有基本存活，加快配件修理灭亡，但也是点这个啦，再白痴都点这个。好，我来看一下，专业瞄准技术啊，那一定是专业瞄准技术啊，开玩笑，当然是越快越好，赶快杀人，不然要等到什么时候 ？OK，Let's go。Hello。对啊，确定了，都弄好了。我跟你们说，2套的金刚衣服都快来了。好，走喽。Let's go。Hello。这次它有小改版，那有动了一些东西，等一下看一看，大家就知道会。它动了啥？它的，哎，这是新地图对吧？对，我没看过这个岛比之前还多啊！我的妈呀！我看看，我还没进去呢。Hello。你看我们家猫倒成那样，弹道有一点不一样，弹道的感觉跟之前比较不一样。我们家的猫啊，硬要躺在我旁边啊，躺那个地板这样。啊，我看那个地板那个毯子我还没洗，脏脏的，我就想说啊，那我来帮他，我来拿一张桌子，然后在那个，我觉得你跟我去往北面走好了，因为下面那个地形太复杂了。啊，也可以啊。看那个北面还有一个细湖可以走进去，那是奇经是吗？还是干嘛的？可以去吃烤鱿鱼吗？我没看过啊，偷什么鱿鱼啊？奇经，我爸说他去奇经不是要坐船吗？然后有一家是你在等坐船的时候，他也可以让你烤鹅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没有，我都是坐那个，我都是开车过去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放我是希望他赶快开放。我是开车过去，然后。我爸说还有鹅啊在那边烤啊，我说好吃吗？他就说哎呀，免费烤的真的好吃到哪，有的吃就好了。他就是无聊让你烤一烤啦，反正我都是走跨海隧道去那边吃那个万山呢，可是万山也变值了，超贵的。以前吃起来很便宜啊，现在吃起来很贵。
我是，我左边是庙义，因为我都没在出门，旗津我其实没有去过。真的假的？不可能吧？真的啦，我去过东港而已啦，是因为那边海鲜多，不去不行啦。旗津海鲜也不少，旗津也是一个大魚。其他的我得想想啊。旗津都放什么欧蕾什么的，我才不要吃欧蕾。我决定要让庙义去扛炮，我才不要过去。啊，过去要变大便了，营长往后面再。考古嘛就。哦，上面有鱼雷！完了完了完了，喵一感觉就不妙了。糟了，够远，够远，够远！刚没看清楚，这样就应该中了。给我中！只有中一个，搞屁啊！激活这一台，哟，看到了。Reporting the target position。小灰鸡出来吧！我出包喽！哦，我让起火了啦，不要怕啦，营长啊，有我在，妥妥。啊，完了！这样知道我出包的意思了吧？我中。干掉他，撑着点。Enemy cruiser founder。 哦，营长还有一台啦。这一台。有有有。我用 AP， 你 HE，AP，HE，AP。AP都自己喊，算了。对呀，哇塞！我先绕一圈了，我绕一圈了。没有，这个有雾，这个有雾，我应该跑得掉。对。啊，那你快跑。嗯，再跑啊！不要，我应该可以跑得掉。我也有这种感觉。战舰现在还在封测，各位有人看着我们吗？我有副手啊！我的妈呀，副手啊！营长撑着点，我快要回旋了。你也要快跑，副手啊！你要跑了，早讲，我先走了。快走啊，副手啊！哦，营长，你屁股那边都是水，哇！快走 ，Let's go！ 哎哎，鱼雷机去找你，鱼雷机去找你，全戒备戒备。你觉得我有办法反映出什么鱼雷机在找我这边？有啊，他在哪个方向？那个鱼雷放的方向一定是那边啊。他放了，他放了。哎、欸，我们两个是什么圈圈圈圈卡卡弗兰什么的？这时候我们应该按 Y 啊，按 Y。按了啊。等你讲哦，你没有看到我上面满满的火。按 Y 啦，今天被把那鱼雷机干掉不可，他太摇掰 了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小王八蛋摇掰啊！完了完了，有两个鱼雷机要去找我们那个。不是在重要的时候，我们家也被抢劫了，没有吗？我们家被抢劫了，没发现吗？没发现，没有，完全没发现，是靠背，快走！大包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完了，好像都没人在附近哦。对啊，而且两台、欸。哦，我的妈呀！我现在过去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我现在只能乱敲了。哎、欸，敲到了！啊哈！我看到那一台倒了。
真的不好打，远距离都不好打他。下课一台，但是还有一台在烟里面，你知道吗？那台站超久了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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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。哦，不止。不是他，我的妈呀！啊、到底是谁啊？哎，旁边那一台啦，卡弗兰啦。哦，完了完了完了！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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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底是哪台啊？太多台了，太多台了，一堆来站了，没有办法。晕倒了，晕倒了，太多了，打了13台飞机，你应该打了十几台。我不知，我看看，我打了5台。哇，哎，没关系啊，哦，赚了110,000哎、欸。对啊，刚打到就奇怪，怎么打到那个驱逐什么还没有扣啊？瞬间变大变。对啊，怎么还没有扣点？这是不要起来吧？来3、2、1 ，Let's go！ 好 ，Hello。对啊，好像应该是说大家都尝鲜尝完了啊。不过你知道封测哦，那个问题会比较多。它的机制没有像你今天开放的会比较完全，所以不要太急。你要是觉得有哪边不恰当的，你可以例如去官网反映说，哎、欸，觉得可以怎么改会比较好。我发现有的人已经直接当公测在玩，各种骂，哎、欸，这种东西也敢拿出来，靠腰，这在还在封测嘞，非常着急，你知道？玩大家都超级了。鹅肉的话，民雄鹅肉就很好吃啦。哦，你还真别说啊，你那什么扶桑什么蛙哥的，昨天不是吃了一个欢乐颂吗？哎、欸，鸵鸟要玩哦。鸵鸟就是那个吃了一大堆鱼雷的那一个啊。他要不要玩？他要玩就玩啊，他要玩主啊，他多一个。多一个是一个，多一个来吃鱼雷是一个，要不然就我们吃。他通常可以一个人吃三人份的、欸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夹霸三两。还在面哈、啊，没有啦，吃三颗而已。我后面有十几颗在等。哎、欸，话说 H1G1 我也有买啊，玩一次就不玩了，干。为什么？你看不懂吗？还是怎样？不想玩了。不是我的那种游戏 style， 我就没玩。哦，该怎么说 ？H1Z1 就是，其实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僵尸生存游戏嘛。啊，但是你知道，就是游戏突然爆红哦，就是会有很多就是，它那个会变成变相变成说人打人的时候，有些人就是他就虐菜啊，进来就是把你猫掉啊这样子啊。对啊对啊，啊你没什么东西可以抢太白猫。其实原本还是很多人的，但是外挂太多了。对啊，那这样弄的时候其实没，我觉得就没意思。对啊，你说有的弄清楚其实没差，因为你如果有去找一个团，你就是过得好好的。可是你知道上团上去了之后啊，东西通通被清光光哎、欸，而且那个可以直接透视进去看你有什么东西啊，然后他就穿墙进去，只拿值钱的东西，例如子弹什么什么，拿了就走，你也拿他没办法。哎、欸，遇到那个是真的很妖虚哎、欸，对啊，被外挂害死。那如果没外挂，搞不好我还会继续玩，因为真的还蛮好玩的。那游戏真的是，再好玩的游戏哦，也经不住外挂这样虐、啊。就是有的人就是不想手本本的玩，他就是想用外挂，你也拿他没法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小灰机出动，你看它喷出去喽。超可爱的，在哪？我在后面。我们的战舰都待在超后面的地方，这又帮不到我们。然后敌方 A 也站 ，B 也站 ，C 也站，我们也拿他没办法，你知道？我们搞不好 A 也抢不下来。
这台是怎样？这台是硬要把我打烂，是不是？十六点四公里，十五点。营长，我去 B 点好了。可以。A 已经太多了。哦没事，放轻松点。你看到的那都已经几百年前的东西。哦，现在远距离的好会跑，不好打，非常不好打。现在十四公里就真的，就不知道打什么东西。哇，完了，我遇到战列舰。我看一下。妙意，还好啊，他是四阶战列舰而已啊，你可以痛打他、啊。是啦，但是我一直被那个我的主炮一直被他打坏，打坏两次了。就是没有全坏，就还是可以开啊，你还是有主炮可以打，我去帮你了，我离你不远。不是啊，因为这边后面战列舰打坏两次，我已经没有主炮了。真的还假的？对啊，因为其实您，我看一下你距离他多远，五公里，是不是？不远，有两艘战列舰，我看到。因为你可能是被他副炮打坏的，副炮只能放 H 一 ，H 一很容易把东西打坏，但是 HP 扣的很少，所以。我妙意很嚣张了，他追着你打。对啊。我还好，他不准。我要触礁了，你怎么你还是触礁了哈？哎呀，你妹的，整天触礁，拉烟呢？撞到哪来的烟呢、啊？有对方拉烟，完了啦！能打多少算多少。哎呀！哦，太多！什么？我用的是 AP 没有错啊。我现在觉得好像炮口速是更慢。对啊，我刚打起来就觉得炮口速度更慢。不要，我自己会玩，我不想要用自动导航。哎、欸，有一个灯。自动导航不一定不会出胶。对啊，不要相信自动导航，它、啊、这个自动导航你弯不过的地方，它还是弯不过，不会因为自动导航弯得过。因为我被自动导航害过。就像会带你去悬崖让你跳。那时候我想说跟诺诺讲，哎、欸，我自动导航我去尿尿啊，起来然后回来的时候自己掉头，插在。到旁边这样，变鲁滨逊漂流记。对啊，现在战列舰打法都这样，超龟的。然后几乎都是滴滴跟那个我们的巡洋在打，然后战列都在后面，等前方死光了，然后战列才会出现。战列血就是多，我觉得照我这打法，我应该去玩战列舰。走。你讲走，打战列。不是现在的重点是，我第一次遇到这一种，我们被人家打光了。你没有发现吗？我知道啊。对啊，没有发现我们被人家打光了。这样子，我这样，然后又克里夫兰，我怎么打得过？哪有那么厉害？
这感觉就像重坦归家，你知道？我们被人家灌零呢，没有发现吗？而且我们那个是强点的。他这次那个失败后面还有打一个 Wall of Ships。World of Warships 啊，对啊，我们被人家灌零呢。我们看一下队伍成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、啊。其实20公里外要打到人真的不好打、欸。20公里太难了啦。20公里真的超难打。他这次调整有调整炮口出速啊，他的炮口出速比之前还要再慢一点。你要抓一下，但是好像集弹性有好一点，但是炮口速度比之前再慢。哎、欸，你说金刚要走哪一下？我来看一下日本的，就是空狗上。你要走空狗的话，你要走那个最左边的，最左边的卡瓦奇啊，从河内啊卡瓦奇，然后走妙义啊妙义，然后再走空狗，然后福寿那个头阿玛奇，最后就是亚麻头。不能直接跳吗？我试试看。你应该不够自由经验吧？你之前点航母点掉了，应该还是有剩一点。早知道就不要点航母了，真是的。哇，不行，一阶至少要再打一场才可以升二阶。这就是主力舰吗？哎、欸，你有没有一阶船啊？没有。你还有一个位置吗？我有啊，可是 你我看一下。卡瓦奇，你应该是要从我看一下，卡瓦奇就是二阶那个奇库嘛，奇库嘛接卡瓦奇，在 Milky Congo。对啊，你要从奇库嘛那边接啊，你奇库嘛有多少经验？你要从二阶开始打就好了，一阶要打一场才可以上二阶。啊？我一阶要打一场才可以上二階。干，那你自己下次再打。好啦，我到时候再去 solo。对啊，没有那个一阶，你打一场就好了，应该这么说啦，搞不好你，我想想看，对啊，而且你确定耐得了卡瓦奇吗？卡瓦奇很烂，卡瓦奇在一阶船不就是这样吗？大家在比烂的。卡瓦奇三阶船，它会上到，它会往上，你不小心遇到六阶，它就是肉。它跟谁很像，你知道吗？嗯。DW， 就跟那个就是德军那台 T4 的重坦一样 ，DW 一样。就是他没有火力，对他没有火力，然后他也很慢，然后就很糟糕就对了。他了不起就是可以秒杀二阶船了、啊，就这样子啊，就很惨啊，然后就很惨。你要我不去那个，你要耐得住这艘船，我就耐不住啊，所以我卖掉了，我不玩了、啊，我真的耐不住啊。很戳哎，我耐不住你就知道有多严重了吧？我自由经验不够，又不能够转，好坏哦。你自由经验。因为你刚自由经验点掉了，你等一下他现在内侧怎么不多杀一点来啊？反正会三档，哭哭哎、欸！不会啦 ，BB 的话 ，BB 不用跟鱼雷没有关系啊 ，BB 你只要会开炮，会开炮就好了。但是战列舰它的一个特色是它的炮威力很大，但是它的 reload 都非常慢。卡瓦奇的 reload 要半分钟啊，要30秒，你知道吗？你一次 loss 掉，你就要开始被人家吊打，就是吊打30秒，然后你才有得玩这样子。然后下一次你再 loss 掉，然后又被吊打这样。嗯哼，对啊，所以你就卡瓦奇的问题就在你要耐得住啊，问题就是这样。我们家猫超可爱。哦，我忘了321 ，sorry。啊，没事，下一场。刚刚顾了玩猫，我们家的猫越来越胖了，各位。现在已经是一只大口袋啊！我告诉你、哦，我全部都只能用自由经验，我就是自由经验不够。我刚找 Nono 了，Nono 等下就会来了。OK。General Quarters。我一开始去 B 好了，也许还有点机会。啊，不能按到 Y， 哎呦我的妈呀，浪费了，各位浪费了。我不小心按到 Y 了啦，雪特。欧文咔咔是他吗？
要 N。神奇暗号。我把它弄了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，整个人都跳出去了。Bum bu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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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um。 刚很恐怖啊！你要去 N 哦、刚对我刚全部只有 A 点在抢，然后 B、C 全被打烂这样子、啊。然后 A 点抢下来动不久这样，我一找你的时候 A 点又被打烂。那很夸张，不是因为我们的战略就待得太后面，我觉得。保持适当的距离，你至少保持在。因为他们现在怕被鱼雷轰，但是这一次的改版哦，有一个特点，这个是我刚刚忘记讲的。这次的改版的话，鱼雷在对方放下来的那一瞬间，箭头就开始亮了，你是看得到的，很远就知道他在放鱼雷了，所以不用担心。之前是因为鱼雷有隐蔽值啊，所以他很远放的时候你不知道啊，等到很靠近的时候，你要左右瞧，你来不及耶。现在不会啊，其实他一放就应该要有箭头，这样才会好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其实事实上，鱼雷放下来，它一段时间它其实是沉在水里面，知道吗？可是我还是得说，不管怎么样、他们还是会在后面，因为这跟鱼雷无关，因为他们觉得回转不动。全部都战列舰，真的难打。干！看我打一台，要被战列舰打。哦，怎么雷格啊？闪开了。我可能要牺牲了，这么快啊？嗯，对，因为我重伤了，我刚打掉我们这边 A 点，我们 A 点已经想办法把他两台的 DD 清掉了，但是我重伤了。然后克里夫兰来接我的位置，他也不错，他刚刚一直有在往后面帮我。像你就需要这种队友，你知道吗？他就真的很棒。等一下，我们就有一个，他叫 NONO， 他就来了。我们要先走，这边都是主力舰，你知道吗？你可是你如果持续被攻击的话，你就离开，不要千万不要跟战列舰对干。我没有要跟他们对干，我只是协助他们先把 B 点抢下来。可是我立刻会走，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战列舰，我是帮忙他把他抢下来。Our team has taken the lead。可是我们克里夫兰他太拼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冲太前面了，我去找你，我去找你。可是我去找你，我能做什么吗？我已经破破烂烂了。你可以种芋头了。草莓。嗯，海岛找个地方插着，摆个脚还是啥的。我们这边也麻烦了，我们也挑一堆人。摆脚，别笑我。阿欧巴。没有啦，我就是，那不然大家能怎么办呢？我们要是熬他现在只能耍憨了。我剩一万多。哎、欸，有一个战略要。哎、欸，那个头要下课了，你看能补一下补一下。有啊，我很努力在敲他哎、欸。现在大部分人哦，他们会打横向，就同行战跟逆行战的目标，嗯、可是直的跟斜的他们不会打。直的斜的不好打，真的不好打，我也不会打，我打的也非常非常不好。我刚刚就是拼了命。但是还好我们家的战列敢出来，人、欸、家有出来真的差很多。南面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耶，我可能打不赢的。哪个头吗？不是这里。哪里？我点的那个地方。你现在要去搞那一台吗？他应该是要去找我们家的那个。他从后面绕过来了，这个虽然说走啊，我去找他。
我们应该打得赢。凹吧？是吗？嗯，是青叶吗？对，凹吧。是青叶去找他。青叶卢老板香得不得了。青叶两栋三哦，不要小看他，被他靠到还是很痛很痛。没事，我们有霸气 ，OK 的。他捞很慢没错，但是他有两栋三，然后他还有鱼雷，千万不要忘记了。我在前面，你在后面掩护这样。我有两万二的血，反正打多少算多少。我只能开一次，你能打多少就多少。不会啦，就我们就围过去，就是一直靠，一直靠，一直移动，一直靠，那不要掉抽，就什么事情都没有。OK， 两万二的血，你知道？是啦，哎呀，现在是 CB 嘛，那队友的鱼雷乱放也是很正常的。那我也是啊，我都不晓得我在放哪嘞。那队友都没被我打死，我都觉得算那么厉害。两万二的血，倒霉一点，两轮就没了，被气死了。靠！他也是巡洋哎、欸，是克里夫兰哎、欸，没有啦，他满的哎、欸，这一台啦。克里夫兰还在他后面啦，奥巴在他前面啦。真的吗？嗯，两万二出来了，打。干。是不是？先把他干掉，我们就有机会。怕侧面的克里夫兰会打我，他被有严重伤害，快打！漂亮，继续。你要边打边躲。然后可以的话，我们聊天的四窗，看你要不要放在小地图那边。5.8公里，下课。好，漂亮。那个靠你的是那个 Pensacola。嗯，我要先走了。对，你看能不能就是持续左右跑，左右跑，左右晃就对了。干、啊，再捏剑，走。啊、下课。啊。干。完了完了完了 ！C 点那个现在攻打过来了，你知道 ？B 点开始被占了。我帮主力两招一扫，看来情况有点不妙了。对啊，今天是猫咪开始看。对啊。我把视讯拉近一点，你们比较方便看。我真的，我只能跑给战列舰追。干的扶手跑好快啊！干，你跑给战列舰追，如果刚好有看实况的，你跑到哪边都没用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你在哪。不会啦，船它不像战车一样，它还追得到。这个跑给战列舰追，叫破喉咙还是？跑得掉，可是如果对方不好运，如果运气不好，对方是开驱逐舰的，那鱼雷是假的。是啊，对啊，明天考试也是在这里啊。我一讲啊，那个聊天聊天呢，四双看要不要把小地图拿去把小地图打起来。嗯，你觉得有差吗？没差了，没差，真的没差。NONO 你觉得呢？嗯，挡一下比较好。你觉得战车比较有差，还是战舰比较有差？我觉得战车差蛮多的，因为战车会有隐蔽的问题啦。战舰也有啊。啊，那就不用啦，因为战车打这么多年了，咱们也没在挡、啊。你现在战舰就会挡，不用啦。OK 啦。OK 挡一下好了，因为你总不想说你打到一半正在开心的时候。突然八公里，为什么拿高头越来越近啊？八公里，我们早就看到它了，还有差哦，没差、啊。日本驱逐舰你在7公里之内还看不到，那它可以在10公里外就对你开始丢鱼雷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那15公里外就看到它了 ，OK 的。阿咪有一个玩具哦，我去拿。这为什么一台一台死嘞？
彩 Pensacola， 我们这边不会有人帮我，我喊破喉咙也没有人会理我。对，可是他都知道你们的人在哪里，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往前冲。不会啦，我要水小安了，有几就水小，这个就是所谓的赢的打成输的。这是我买给阿咪的玩具。哎呀，一炮都没追到，敢够屌抽？不会吧？操吧！敢该转弯转得太用力了，一时失察。无啊，我无伊啊，没了，没了，转弯转太用力了，没看到。啊，死翘翘啊！尽力啦！欸，是谁 ？NONO 是不是你一直嘻嘻刷刷？嗯，怎么嘻嘻刷刷？麦克风啊？没有啊？真的吗？是真的。今天啊，哇，不送阿咪很喜欢玩，加了，等出来吧。欸，你看我们家猫在玩那个壁虎，好笑，在玩蜥蜴。欸，赶快把它拿开来，他们把那个是玩具吧？对啊，那是玩具啊。他上次对那个玩具兔子疯，可是你知道他玩具那么小，他又那么胖。你生气生气的，哎，你哎哈哈，都要在对他兔子疯，哎，去去，在气什么？人家老是生那个蜥蜴的气。你看他很喜欢那个玩具耶，气气。The enemy is about to win。哇，我们好像这场要输了呢。阿咪刚刚，这场要赢不容易啊。阿咪喜欢那个玩具，因为像这种强点的，第一个。你点抢下来一回事，你点一定要有持续在帮你加。第二个，你不能一直损失，又不能一直损失船。嗯，尤其是战列舰，你战列舰蹦一台，对方是加多少？加90，我们这边是扣60，是不是？你反了啦！哦、加60扣加60，对方加60，我们扣90，那个一来一往150，那差很多啊！你蹦两台战列舰就300啦，对啊，蹦三台450不用玩了，嗯、啊。你们战列舰天天给人家蹦蹦就好了。营长，你有看阿咪拿着那个蜥蜴吗？有啊。那个哦，波波上次偷叼走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阿咪气死了，这个是朕的玩具。然后那就是，那没有买一个给他。波波也有一个啊，在北港的家。啊！跑到新港，发现阿咪有一个，就想偷叼走的。阿咪冲过去就跟他拼了：“你敢拿我的玩具？”没有啊，他每天都会玩那个玩具、欸。最烦的是上次睡觉的时候还把蜥蜴甩在你脸上，超烦。
我觉得那个蜥蜴里面一定有塞东西，不然他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咬他？哦，我们的巡洋，我们巡洋好像准度有待提升。啊，完了，他要撞山了啦！哇，我们三个都要被抢了、欸！嗯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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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我们的战列怎么还在后头啊？哦，我的妈呀！真是待到敌方的战列都已经在他前面了嘞、欸！这台战列到底在干嘛啦？保护航母，跟重船保护炮车一样意思。每次都这样。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的航母没得跑、啊？真的。右边是航母，左边是战列舰。Hello，Hello。这么衰啊！我不懂啊，哪块要求贵，人家一看都知道了。来哦，选车哦。哎呦，选船哦，爆炸！升台！我离开了，我离开了，我现在重新选就好了。我三。哎、欸，你要重新选船啊、欸！你要怎样？哦，一 ，Let's go！ The moon, what to do? 塞木天寮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阿咪。欸、我买了很多玩具，阿咪就喜欢玩那个。对 对, 對，尽量不要给那猫吃什么猫大麻什么东西，这对他来讲并不是太好的东西，真的不要。没有啊，就是、我是买猫玩具。对对对，这样就好了。给猫咪玩的玩具。对啊，然后。了不起就小麦草，让他吃一吃这样子。那，哎、欸，我给他吃化毛膏、欸，哎，你觉得化毛膏也 OK？ 但是你要木天聊对他来讲，有些猫会玩到失禁。啊，真假的？真的啊，他对猫来讲接近毒品，尽量不要。哎、欸，看一下，笑人、欸，我觉得你不要去 A 啦。我也没有打算要去啊，那我想去 D 耶、欸，我想去 D 耶、欸。我们先 C 再 D 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哒哒哒哒哒，棒棒棒！好，这样子啊，我这两天哦，先去练一练，然后到时候呢，我们来打那个，我弄一台那个金刚出来打。OK 啊，因为我奥马哈还在啊。嗯，你奥马哈还在吗？那是五阶对不对？奥巴马对，他还在 啊。你往上打，我都有船啊，你一速度打上去，我们都有船。OK 哦。Hello，Hello hello。嗯，啊 ，NONO 船很多啊，啊 ，DD 也有，什么东西也有，它有战列舰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这张地图真的很大，我妈。这张地图很烦啊。而且它站点还是 A B C D， 然后那个圈圈还越来越大越。其实我也觉得 D 点大一点很好 ，D 点像 A 点一样大就很奇怪。Hello，Hello hello。对啊，就是我们家的猫咪，因为它最近都很想蹭在我旁边，可是这边也没什么地方可以让它待着，所以我刚刚搬了一张桌子。然后再把那个布套再搬上来，这样垫着给他，这样他就很爽。我是觉得六打十一，那应该不是站点胜吧？如果是站点的话，人数真的有差。一台一台过来给战列舰打，是不是？
面洗澡，超可爱。他有两台八阶啊，牛二两。那东西还蛮妖兽。水先烤掉啊，出来路。偏杀扣了，13.1。The enemy team has taken the lead.严重伤害，我的妈呀！哇，你被什么东西辣到啊？叫 Pensacola。哦，不要的，两栋山摸到了。那一台那么强哦？你下一阶车就是 Pensacola， 不是下一阶船。哎、欸，很痛哎、欸！我的妈呀！你是被铐甲的。这台好像是触礁哎、欸，营长快处理！正在打，他也在打我。嗯，船比人家多，横死比人家快。啊！完了，靠背！我刚刚认错颜色。哎、欸，死的东西是福布奇耶 ，T 八的哎 ，T 八 DD 耶，很正常啊。有一台战列舰直接去抓 DD 啊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奇？你会不会觉得很神奇？他在 A 点去抓 DD 哦。对啊，这么神奇啊！对啊，然后去硬吃他的炮，然后把他敲掉，硬吃他的鱼雷，这样把他敲掉。对啊，这神奇！那美术看的应该讲的呢。哼，干，你在被攻着，激活了，偏杀扣了。龙龙，你要去 C 哦？我们在战列舰那边排排站了。我不去 C 啊，我是直接要去 D 啊。去 B， 嗯，阿咪是真的蛮爱干净的。欸，每只猫都很爱干净，干净到我很想揍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知道吗？他把那个猫砂爬到那个他自己的碗里头，然后就不吃饭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白目了，不叫干净。然后我就只好帮他把那一碗去处理掉，然后再重新。哦，那个罐头一倒下去，好像不知道饿几百年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偏差扣了也快没了，啊，牛二两块没了，偏差扣了也快死了，但是问题是要激活。天子啊，然后下一台会是我，我前面有台马汉，他要给我推车了。哦，还有牛奥良。说我们的船有比人家多，可是我一点都感觉不出。我们整个都是要被占领光哎、欸！什么占领哎、欸？我们整个被屌打好不好？战舰怎么越开越慢？哇！减速啊！
阿咪才是台主呢。看猫咪在舔肚子的毛，真搞笑。笑嘞，你要跟牛二娘搞基哦。哎，我们那一些两条线的到底在干嘛？没有啊，其实我是想玩战列舰，不是想玩巡洋舰。我只是问一下哪一台 OP 而已，他们说这一台跟下一台，所以我就练了。美国到最后一台比较恶心。嗯。最后一台 Demon 他。他就是巴夏，很可怕。他就是带着两栋山的巴夏，他打起来跟下雨一样，没有在停的。没错，我的目标就是那台。你先不用一台 OP 的，再弄其他的。啊，你不先用简单的，然后赶快去熟悉游戏的机制。啊，你一开始就玩那种很困难的车还是什么的车，然后自己在那边生干嗯嗯给完嘞，那。那你一定觉得痛苦死了，你一定觉得游戏超不好玩，然后你就会开始抱怨哪都队友啊，那你不觉得游戏一点都不好玩？先玩 OP 车让自己爽一下再说，你懂？我开始我绝对不建议，我绝对不建议日本巡洋舰。WT 的 KV1 哦。新手哦，最主要的就是一开始他不晓得要去哪里，或者是哦，那一开始可能就跑太快还是什么。其实 KV1 它的容错率很高，它的容错率真的非常的高。别的车可能打几下就死了，可是 KV1 绝对是打很多下，或者是啊，除非你自己乱打一通啊。你看 KV1 其实扛到六七阶，我都觉得是 OK 的。也是轻松弹炮啊，它是练摆脚的最基础的车呢，那真的是很棒的一台车。屁屁。阿咪各种躲背后哎、欸，哎呀，玩具腿又来了，没看见。哦 no， 你人嘞？嗯，一人嘞，精准哦。阿咪背对的观众不知道在干嘛，不好意思、哦。宣传哦。可以来。啊，慢了，再来一次啊！哎、欸，他不让我出来了。啊，没关系啦，那就下一次就好。开始了。KB One 就是慢好一点啦、啊，你比较有时间去看人家在打什么。啊、不然你开快的车一下去直直走啊就没了，你一定觉得每一场就是进去然后出来，进去就出来，进去就出来、嗯、那你也没享受到游戏啊。不过大部分应该还是会在那边日本巡洋日本驱逐在那边起手，我觉得是因为动漫的关系让大家特别想开啊。看这个又是好，这个输赢不重要，因为这个已经不是我们能主宰，那是 T 八场。我们有 Amaki， 我们有天成，我们有 Fubuki， 我们有吹雪，对方有两台天成。我想大部分玩日本船，应该十个有九个只是因为看动漫的关系，我在想。对方有一台 Ranger， 他们还有一台 Gobo Power Ranger， 你没看到？完了，有 Ranger， 没错，就是 Ranger， 就是搞完贝格那个 Ranger， 那个上次不知道谁说的超智障，其实也不会害人不浅。我跟你说、哦，这游戏要是没人玩，你们也打不起进来啦。啊，人多了你们又嫌白目多，游戏就是这样啊，你就是永远都不会满足啦。人少，你是不是觉得游戏无聊啦？像现在封测人很少，大家就不想玩。啊，等到如果说真的把它弄人多了，又会开始抱怨，哎，白目多。如果WOT 对不对？全部都是 BOT 跟你们玩，你们要玩吗？对啊，对啊。
你如果 BOT 觉得简单的哦，你打不死，觉得简单跟笨蛋一样。你选到困难的那种 BOT， 通常啦，啊，见面就炸你弹药架了，就没了。对，所以这种东西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有营造玩家出来，我觉得这才是重点。对啊，大数法则是这样子。对啊，样本越多，问题越少。你看现在就是样本少，所以对方就有一些勾勾搞完杯格之类的。我们都要杯格。杯格，不要错在了。我可以说刀下留人吗？还是啊，是刀下留完。嗯。不，说是这样说，可是为什么我们不是在对面？哎、欸，干！我们已经少一台驱逐了。而且他是要哈兹哈鲁，他是出村哎、欸，干！你不出那了？你不出那呢？不然我试着过去看看好了。你不能去，去了立刻死。对，你去了马上死，瞬间死。那我们现在被占领占四分之一也是得死啊。不会啊，输了你可以修省修船，而且还可以赚两万。我对钱没啥兴趣，刚刚赚的够了，我去看看。我从那个冰山后面捞捞看。你知道六阶升七阶你要多少钱吗？你要300万。200多300万，那没有差，我又不着急，我一定要一时一刻很赶时间的把它给开出来嘛。我不着急啊，这不是缴房租，那五号没缴，房东就生气了，这样不会啊。那些没有人去看哦，啊、保证他有一台、两台、三台、四台，他有四台滴滴在那边，有一台是高阶的。这一场我们的滴滴不愿意过去，我们也没办法。这一场是滴滴的主场。对，是滴滴主场，这种是滴滴主场，这种就是完完全全的胜利法。那胜利方程式是怎么样？滴滴冲到圈圈里面，开始乱放烟，然后哪个白目进来就乱丢鱼，这样就好，对，就一定赢。有没有方法可破？滴滴跟他这样玩，或者是日巡跟他这样玩，日巡在外围丢，滴滴在内围丢，但是不要把自己队友丢死。我们之前是这样赢的。不是不去看，连去看的时间都没有，他就结束了。这个模式需要再改啊，就是他站点的时间可能要就跟什么招 WOT 那种其他那种站点有没有要一样，他要变成要他站点时间要增加。哦，好像有人被 reset 了。哦，有，我打中了，我打中了，我打中了，打到了，蛋啦！哦，赶上了，赶上了！哦，奥巴，处理一下奥巴，处理处理处理，我拢啊，我拢啊，继续拢，继续拢，应该当处理掉，无问题，对，处理掉，我从这边靠过去。右边阿玛吉，一人多好了，可以。哇，我上鬼啊，我上鬼啊！那个谁，罗密欧，你不要太进去哦，就在外围打就好了，因为他里面随时他滴滴会放鱼雷，还有三台滴滴。我知道。他随时都会放，然后你乱那个乱放，你都跑不掉，很恐怖。那个再厉害都跑不掉，喊破喉咙也没有人会救你。听起来好悲催。没有了，我刚刚是拼死进去开光啦，你看他们才有的运作啊。你来队够啥？够啥？滴滴，是滴滴来队吗？哎、欸，我滴滴出来了，滴滴出来了，还有一台滴滴在里面，有一台滴滴外面，一台滴滴在里面。有没有打算激活哪一个？欸、快下令！打不到啊，这个滴滴不好打、啊，太远了。滴滴它左右晃一下，就跟疫苗弹道差很远。
我们驱逐跑去跟那个，跑去跟战列舰，这是跑去跟主力舰对炮哎、欸，有点屌。你放心好了，他绝对不是要对炮。但是他快死了、啊，你不要告诉我他放鱼雷啊！他死了。他只是想要放鱼雷而已。但是你放鱼雷是那样子放法、啊，你是骗我没看过人家放鱼雷吧？啊，对啊，他就是那种啊，反正我能撒出去就好，有没有中无所谓了。可是他连放都没放啊。有啊，他放了，他放没了。我死定了。那你看到他放鱼雷的话，他要怎么讨生活、啊？这还是要如何去抓他、啊？我死定了，各位！我去抓他，我去抓他！哎，怎么全场感觉是我们在打哪一招啊？主炮严重受损。拜托，给我一个活的机会 ，please， 就差一点点。我去追好车道路了，没有办法。干嘛每场一直问为何不用 AP 弹？我用的一直都是 AP 弹，你一直问我为什么不用 AP 弹，我不晓得要怎么回答你，兄弟。我每一场都是用 AP 弹，然后你一直问我为什么不用 AP 弹，我真的不晓得要怎么回答你。这是水准问题，不要怪他。不是的意思，因为我都是用 AP 弹，然后他一直问我为什么不用 AP 弹，我不晓得要怎么回答他。我妈，这是水准问题，因为有些人看颜色就可以知道，看没办法，左右炮弹颜色就知道他用的是 AP 弹或高爆弹，太近。人家看的是我的实况、欸，应该看得到我的。我才跟你讲那是水准问题嘛。没有啊，他在他没有近距离瞄准位置，啊、瞄那边其实很 OK 了，都是很悲伤。追储存没有办法追不到，追到我要死，因为我不追他就跑过来基地那边放鱼雷，这样在站点区放鱼雷不行。一开始哦，战略的炮都很凶，对，战略副炮很凶，战略副炮打那个巡洋是很痛。虽然说战列的副炮只有 H1， 副炮都只有 H1 了，副炮不会打 AP。你的屁股压到蜥蜴了，蜥蜴发出很痛苦的哀嚎。啊！救命！我被压住了。啊、跟战舰尽量不要近距离，我耍不哉。这不是废话吗？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这一张图就是驱逐舰主场，会玩的驱逐舰冲到里面拉烟，乱丢鱼雷，就在那边等着就可以赢，轮流拉烟就行。这一场会败在我们四台驱逐舰，没有一个人很正常去做正经事，不知道他们在干嘛。他只要进去点里面拉烟，然后乱敲，然后旁边的日巡也过去也敲。你靠我靠大家靠，基本上就有机会了。而且这一关哦，对日本驱逐舰是更尤其的有利，很有利，隐蔽好。你在烟雾堆里面，除非说很衰小被鱼雷靠到，不然的话，你到站点结束哦，都不会有人发现。除非说有来了几个那种不知死活的白目，直接从北面绕下去，直接切到烟雾堆里面，那就什么都抓到了。要不然就是直接。航母直接丢飞机或侦察机飞过去，不然很难抓。哎，然后丢烟雾的话，你们讲的都是废话。我当然知道主力舰不要过去，可是我跟你说，我刚刚就是为了要过去旅社。我们刚刚如果没有赶快过去的话，你知道我们就已经输了、欸，那你还在那边主力渐进还是远？我也不愿意去那个地方啊！哎，我觉得你们、喔、用讲的都很容易，真的啊。这个模式，如果刚刚如果是 BB 过去的话，那些 BB 早就死，瞬间死。是啊，满满吃鱼雷，也不能怪他不过去。这种模式，其实你们去打大概就知道了啦。这个如果在高阶模式，我跟 Nono 常打 T8 场，
你有没有看过？你有没有看过大河开场五分钟死掉？你们讲的很简单，对啊，你不要过去哦，刚刚那一场就结束了。那我们还那有没有过去都是其次，那就是因为刚刚都没有人过去，所以我们知道比较可怜，你知道，总是要有人牺牲，我就只好当那个最衰的那一个过去开光，才有人可以打、啊、那个战利剑为什么躲那么后面，就是等着我们这种苦逼的去开光让他打，你知道，才有 reset 到，才可以拖到这么多的时间。那接下来就是要退场，那退场当然是一定会遇到主力剑啊。有的时候不是说哦，你愿意愿不愿意遇到什么，尽量不要什么 blah blah blah， 这都是废话，你懂吗？全世界都知道你巡洋不要去跟战列舰，但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，真的啦，拜托那个不要再说了。营长，营长，准备。没有说生气，而是讲了，我希望能够讲一些有建设性的话，不要讲废话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或者是你可以讲点别的，我觉得都是 OK， 可是不用讲一些太基本的知识。哎，我只是对那个电脑的设备不熟，可是不代表我是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哎，营长出发。哎，不是要三二一吗？我已经三二一完了。怎么可能？其他人不知道，呵呵，你想太多了。我跟你说，你那句话每一天都会有人重复跟我讲一次，这我已经听了快一个月，我才会叫你们别再说了。嗯，星图。哎，今天我们打过了。我还没打过。你们没打过吧？我换一下。不信的话，我下一次播战舰，你再来，会有人在讲同样的话，那全部都是每个人来，真是。北边有那个戏服，那个旗巾可以吃一些烤鱿鱼，我看到。哎，干哎，对，没错。等一下，我要去砍一下东西。看，罗马沃有人乱贴东西。谁贴？谁贴什么？嗯？贴什么？你说那什么打工机会什么挖的？不是，就是不止那个，更糟。是色情的、哦。对。啊！我也要，我也要啊！欸、我先看这山啊，你等我一下。那个谁没有？那波多也结义，而且那个绝对不是色情，那是病毒了。哦，那病毒啊、哦！啊、哦哦，好啦，那你删，你删。哈哈，等下我们两个反应好现实哦。那波多也结义，那个谁没有啊？对啊，我没有，我也没有。哦，你想逼点啊，干！因为上次我有重灌之后，我的多年珍藏一口气全没了。啊，你 Q 杠啦，你硬碟都不会准备多颗一点啊。啊，是啊。带我们白高兴一场。原来是，那是病毒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们别点哎、欸，等一下就病毒 了。哦。也不是说不能随便乱说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讲一些比较技巧性的东西。不是说什么，你的疫苗要再准一点，你的疫苗还是什么？那个我也知道啊，对，我也知道。我想讲，我先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嗯，我们三台千万千万千万别死，别怎样？我们三台千万不能死，因为对面都是低阶船，比 DPN 比那个 DPN 的话，我们赢他们太多，所以千万别死。自己开过来。哎，营长，营长，你，哎、啊，是谁贴的？你有没有顺便把他踢出去啊？贴了，但是顺便砍了，要不然嘞。哎、啊啊，有没有记得按封锁啊？要他又申请之后进来了、啊。你要记得哦，你那管理的选项哦，它有三个，一定要用电脑才可以使用的。一个是删除贴文，还有删除贴文跟删除用户。然后下面有一个框框是说把它封锁以后都不可以再进来的。那个勾勾要记得勾在三。有啊，那个我知道，我都处理。哦、OK。基本上被我砍掉了、啊。你是不是有中过那个病毒？不然怎么知道那是毒？没有，我看知道，因为很多人在搞这个，有的没有的、啊。哎，巴卡的左满舵绕跑啊！两台战地舰的。哎呦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可恶啦！哎、你刚才跟我要死。不行不行，一定要撤，不撤会倒霉。左 ，be bad be be bad be bad be be bad。哦我又中了，我又中了 ，shit shi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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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it， 那 H 一而已啊，469而已，我应该是顶得住。然后走的时候顺便靠一下那个巨无限，那个巨无限很讨厌，我靠到了。
应该可以把他干掉。哎，鱼雷哦，鱼雷在你十一点钟方向，稍微减个速一下。库玛，减速这个难闪，我赶快转个弯好了。哎，减速转往左切到底会没事。你往右闪的话，反而越容易中，我没有骗。闪鱼雷我来了，没了。看起来就是一脸很想中的脸。你知道那种久病成良医哦，鱼雷爱太多颗了，所以我很清楚。哎，那你应该问鸵鸟啊。哦，你知道，你有没有看到他上次那影片？我们那有负一的啊，你那薄嘞。鱼雷乱敲啊。啊，负一？怎么会有负一？鱼雷乱敲啊，不敲到自己了。克莱门森觉得他自己很厉害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、呀、啊、不是有那个都没有小岛的图吗？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打到啊？我不想再闪了。啊，这样还是中哦。还有一段距离也有事。所以我才跟你讲减速。减速啦，我以为可以闪得过的距离啊。可是你看我，你看我这样子的距离，他就算触礁嘞。哦，那其实不算触礁，它是被地形黏住。就你走得掉吗？你走得掉吗？有啊，走掉了。我它不算触礁，它只是警告而已。但是、欸、那克莱门森在干嘛啦？对啊，哎、欸，我还击落两个飞机耶、欸！怎么样？厉害吧？拉烟才进去，我的妈呀！诺诺，你在往 B 点是不是？有。自己人拿自己，应该是鱼雷不小心中。我们要去哪边站会比较好 ？B 点，我们先把 B 点拿下来。OK。再去 A。OK。哦哦哦，丢鱼雷！哦哦哦哦哦哦。看诺诺该成这样，好不想去 B 点了。啊！没有啊，他鱼雷机被我整队打光了、啊。OK 啦。哎、欸，你们大家放假都去哪里玩啊？玩的怎么样啊？我都在家打电动。啊，倒不是垂直，没我知道啊，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宽也有事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觉得我们去 A 搞不好都好一点，你觉得呢？那边都是凤凰、库玛啊什么的。啊，营长，营长，我在往那边走啊。我们的航母快死了、欸，我去不救一下吗？真的还假的、啊？是啊，他被围了、啊。走掉。来。你弄你弄没？我们的航母是不是没了？收掉！我、啊、干，你麻烦哪里？刚走一起，向鬼，水 ，B 点拿下来没有？哎、欸，我们怎么拿不下来 ？Model 太贼了。我们去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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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啦。哎、欸、干，还有东西在打我。那边有一台凤凰九点，全烂了啦，我没救了。营长，凤凰集火，再打。他放鱼雷了，他是打谁啊？他乱放。滴滴，右边全部都是烟的地方，就全部都是滴滴。我这边还有一台库玛，库玛在小岛后。但库玛怎么会有烟呢、啊？他那边还有一艘 TD， 不是，还有一艘驱逐。TD， 臭白痴！然后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要死的那一招？
OK， 他被我击沉了。哎，漂亮漂亮漂亮！把那个库玛库玛库玛。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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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走走，哎哎哎哎！我怎么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呢？你的屁股外面很多鱼雷。我想说，干，怎么有人在我后面调闹钟看？开始鱼雷，超危险。现在情况还是很不利哦。干，金刚哎、欸， okay. 还有妙意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可以啊，我们去抢 A 啦。你们两个绕我去，要绕我去抢中间，因为我快没血。不要，你先跟我们在 A 嘛，然后我们再一起过去 B， 你觉得呢？这样会来不及，来不及，会来不及，来不及。好好，我们一定要去打掉一台战列舰。不然这样，你去 A， 我跟营长去 B， 好不好？因为我们血比较多。按那五通，按那五通，对不对？走，快去啊！走走走走，快去啊！再不去来不及啦！好啦，再跑啦！再跑啦！哎呀，鱼雷机来啦！哎呀，挂掉，挂掉！哎，乌啦，帮你安利呀！利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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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营长，两台卡弗兰。卡弗兰。同时按 Y 的威力，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见见。啊、他放你不要，他放你鱼雷了，在你的九点钟方向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说错，三点钟啊，营长，哦，完了，海西狼哦，没有，很近很近，哦，闪过了，金霸，我挂了，霸杀了，但是问题是，金刚在这里啊，打他过超近的啦，我靠，哎、欸，边打边去逼，这样 OK 不啊 ？OK 啊。你要停下来跟他对炮，那才是不对的。哦，他现在目标应该是都在盯我们的战列舰。超水线啊！满天流星，无穷无尽，都打金刚，不要客气，所有炮弹都给他。让他弹如雨下。哎呀，是有没有在站 B 啊？来不及啊，要快一点。在站这个。靠，我们要打金刚，真的是悲催哎、欸。他才实在话讲，他才五级而已。对啊，流星雨。这样我们把那台库玛打掉，你觉得有没有办法？啊、可以啊，不过小心他有鱼雷啊。他要放鱼雷。啊，来不及。这样可以争取，这样我争取到一些时间了。嗯。不多，不过聊胜于无。然后鱼雷机又来了。干，又鱼雷机。我这边有歪，来我这，来我这，我这有歪。还有一台叫做妙意的，他比较虽小一点啊。空格我不能先打掉吗？妙意比较好打。你们站，我打妙意。罗密欧会中四颗，可能会直接没了。哦，一颗就没了哎、欸，不是四颗，一颗就 GG 了。哦，我的妈呀！鱼雷超多的啦！我只能说 too much fish。对啊，我有按 Y， 我的 Y 按了，啊，但是没有消啊，算了。天哪！刚刚那一发是怎样？是好像那个谁，那个叫啥的，给我点了一个血，你已经死了。那个叫什么名字的？我突然忘记。那个你已经死了啊？对啦，全四郎啦。看为什么还两万多啊？你已经死了。打不坏他是哪一招啊？我们是地阶船。对啊，好痛哦！我的妈呀！979。对啊对啊，我也觉得那个塞班很凶，打不赢。哦，赞啦！哎、有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我没了，我没了。哇哇哇哇！我没了。
干，我们都是被鱼雷干掉了，那个鱼雷真的太可怕。他在那边，我在那边打，他在那边盯我，没有办法，我没有那么多只手啊。干，我们人太少了，现在只能靠 NONO 去把那个啦。欸、不对，我刚打的是把航母打掉，我刚不是打的是妙翼吗？对，我刚打战列舰，那他应该 reset 掉才对啊，他扣60是不是？他扣90啊。真的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尽力了。你金刚也尽力了，你的金刚是洗干净来的呀、啊？对啊，好可怕的鱼雷哦！没有，刚刚那种我鱼雷，其实他我一对一我一定打掉，问题是我要专心打战列舰啊。嗯，对啊，我一定要 reset 它。那个太近了，你如果刚刚没弄掉它，就跑不掉。对，我跑不掉，没有办法。我那个怎么切？此时如果船可以立直，不知道多好。我们应该建议那个国防部要制造像这样的一艘船。嗯，好，会注意。我们输了啦。我们如果三个点都占走的话，是不是他们就不会动了？可是我们航母现在正在被揍啊。航母只要一死，我们就没了。对啊。啊。对，营长那个真的是尴尬，你知道？果不其然。那个怎么躲啊？没有办法，我要躲啊！我刚打了50000多的伤害啊。我轰掉应该也很高啊。我轰掉了22台飞机，也是53000的伤害、啊。全部都很高啊，对啊，都打了50000多的伤害，没有用啊。一开始送太大了，而且没人去抢点。他们那个死太多了、啊，没办法。不 Q。有船可以立直哦，就如果说这样子不行的话，就然后就给你闪掉，这样超棒的。哎，但是他们没想到。哎，3、2、1 ，Let's go！ 对啊，那是什么嘞？看后面他们会不会加？喵喵喵，那是什么呢？啊喵喵喵！看他们后面会不会加一些。装备，因为有些装备是可以挂在船身外面的，那种网子，拿来防鱼雷用的，应该要有才对啊。后来看有没有别的船可以选的，比方说台湾拖网船就可以把鱼雷拖走的。你觉得气垫船怎么样？绝对不会被鱼雷打到。是啦，用吹箭就可以了。我可能要去吸耶、欸，怎么办？不能去，不能去。我去 A 啊，我去 A。现在 C 只有你一台而已，不能去。虽然 C 很重要，但是可能必须放。不能去。那我去 B 好了，也许还有点搞头。C 只好放掉了。他开场那个队友怎么给那么不均匀呢、啊？不晓得，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后续都要去，他后续都要去调整了，因为船跟车不一样，你战车你还有得跑，对不对？那什么轻坦、中坦你还有得跑，那船呢？等你拉到那边的时候，干队友已经妈的干都变两截，都变鱼胶了。哦，我有听说那个拖网船有把战舰给拖住，超强。听说有一艘还被拖下去，你知道吗？拖下海，有点吵。鱼机吧，你听到那个应该是拖到那个，拖到潜水艇，拖到潜水艇，对。哎呀，那比较白痴。拖到潜水艇。我忘记哪一国。所以台湾根本就不需要派战舰嘛，叫两艘拖一船过去捞一捞就好啦，搞不好用钓鱼都可以钓到。对啊，钓起来之后人家直接死。直接拿到什么954突击步枪给你来个极限。A 点，滴滴。A 点无威啊。对啊。要注意外侧，注意看看外侧有没有东西跑进来。哦，两台滴滴哦。哦，
小旋，那个可以把它打掉，基本上都是好事。高阶 DD 他的 HP 也很低啊，所以装 HP 把它直接打烂最好选择。我病了啊，我都。好了，三台驱逐舰都现行了，一台在罗密欧前面，另外两台在。他们有四台。罗密欧，你看起来怎么被屌抽了？我也觉得我要被屌抽了。如果我被吊打，请告诉我妈妈，这边的鱼雷实在是他娘的。这时候就希望开日巡。我刚本来想把阿欧巴买回来，可是刚我想到阿欧巴那个真的很烂，我就想算了，干，我就不敢买。哦。谁要触礁啦？那么大的我 ，no no， 怕别人不知道你要触礁了。哎，进玫瑰，我在站 B 喽 ，B 站完我就跑哦。卡给喽，好，卡给喽，麻烦到了。我先放慢两节，不然的话会怕。他麻烦也大了。猎掉不？哎，猎掉。像不像？像不像？像不像？掉掉你啊！阿伯的。哎，有一艘一直在烟雾里打我啦！我的妈，我们驱逐放生我。哎，一个人站点他娘的也太久了吧！我到底能不能走啦？好想回家哦。Our team has taken the lead. Gun. 哎，我一直被打哎、欸。五郎准备和我夹巴三两，加在。上过。哎，我不站了，我要走了，一直被你 reset。哎，你站点被打不会 reset， 会 reset 是有人去站。可是那也不会从头计算啊。对吧对吧，我走了啦，不行啦，受不 了。对面一直在打，看我们的驱逐在旁边看看热闹。驱逐这样玩是对的，不要他们脑冲直接乱走，这才是对的。不是，那至少放个烟雾支援一下吧。对啊，最起码拉个烟啊，不要干什么事情都不做，妈的！对啊，你来这边，我觉得我要求他拉个烟，这不过分吧？你说这要求过分吗？抛鱼雷上个 A 网，然后就走掉了，你觉得？对啊。哦，干，我一直被打啦。哦。看一下你到底被什么东西打？我是被那两艘那个啊。去帮！我站前面而已，不信我离你十公里而已。我现在一直在逃命，因为我这样一直白白被打，而且我主炮战列舰阿玛奇过去了。我现在两个主炮已经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只剩是画叉叉吗？还是黑掉了？叉叉一个，叉叉一个黑掉。那还好，有一个还修得好。屁股画叉叉没关系。嗯，不是屁股画叉叉才是倒霉。头画叉叉就有点点点点。是头画叉叉没错。因为头的转的比较快，它比较有用；屁股的比较没用。但是好像是头发叉子，不知道啦。他就他试管嘛，就是中，就是第二个啊，从头算起来第二个这样。那就是头发叉叉。嗯，真倒霉。没关系，那个牛二良已经要出事了，已经要变烤战列，已经变战列先吊打，已经变烤鸡了对吧？我再试一次看看。啊，那个叉叉就再也修不好了，修不好，叉叉就是。已经烂掉，直接就弹掉不油爆。汽油啊，不帮我拉给那个，是小旗。等下他被打，看我怎么放生他。放正大人是很记仇的。哎、嗯，列克星盾在那边。嘴巴这么说嘛，我要等下遇到危险，我旁边还有兄弟。哎，我刚咪而已。我们就是这样的人。还有牛奥良嘞，牛奥良两台半血。哎、欸，那艘船看起来好好笑、喔，是因为破图还是怎样？哪一艘？那个，哦，那是航母啦。航母怎么长那么好笑？航母吗？
他只要有个甲板就行了。我再试一次偷偷站点。欸，他要再打我嘞！我就只剩一门炮了，他也不放我走。他说不定是看直播的窝友。很可能。我干！我跟战雷剑对搞。我跟他蚂蚁对撞啊！这么高，刚好拿他来当掩体。看样子顺势再去拿 C 应该是没问题。原则上，但现在先要把。然后我们的猎鳄星盾麻烦不行。我各种被打中我的妈呀！我们的猎鳄星盾麻烦不行。还好，普通麻烦而已，没有。其实我是想玩战列舰，我比较喜欢血厚防高，炮很痛。到时候再去玩那个。现在巡洋其实摸得差不多了。他们是这么有默契，为什么三台都在打我？我刚咪，不要怕，我们闪得过的 ，OK 啦。水线，还在打我，要是打到航母，不知道多好哦。打航母没有用，你先把有战斗力弄死。有一台浮伤哎，要不要去搞死他？他在 C。等我们先把前面这边拉完再说。可是他往你们那个我们那个方向，往我们的 B 点前进。哎，我炮威力真的很弱哎，少了一个炮之后真的差很多。操！哈哈，一直打到。操！营长那边。你那边吃屎吃的好开心啊！哎，有浮伤哎，我绕一圈好了，我不要跟他打。我栽，你弄去，阿栽，像鬼啊！我无像鬼啊！哦，你们挑你啊！嘿嘿嘿嘿嘿，林卓嘛，你个糟啊！干脆停下来站点好了，附近都没人，省着去跟浮桑打。我们停下来好了。The enemy team has taken the lead。哎，你看，浮桑应该很生气，他现在超想过来杀我。干阿玛吉，看我打得太高兴了，出大包。你看，笑死。有抢到就好。战略跑不快，话不能这样讲啊！你看坦克有50-100，你觉得50-100慢吗？50-100是跑很快呢。你看我停在湾港去站点啦。啊，站完我要走了，我要用巴库的方式走了。我尽力了，看。因为我可能会被那个阿玛吉或牛二两打烂。Our victory is in sight。跑不掉啊！后面在推到后面。糟了，浮桑要进去站点了。我如果这样子，可能会近距离跟浮桑接战。算了，死掉好像亏更多，算了，回家。你要分清楚，他是前，他屁股对你，还是头对你啊？屁股对你，要可以
可以冲去，可以冲去弄他。我看不到。他因为我碰他。他现在在占领我们的西区啦。过去我会帮你，我会帮你。你要过来吗？你要过来，我就在港湾等你。他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他是盗船。他是盗船进来的、喔。对。有这种事哦、喔。好，那我进去找他。你该不会分清楚前面后面？你分不清楚前面。还有隔着小岛，我根本看不到他的脸 啊。不是啊，看那个啦，看那个小地图啊。啊，我怎么知道啊？因为你看他背对着，可是一直往里面退啊，我根本不是搞不清楚，好不好？他在 bug。哎、欸。我从这边出去，我可以先打他哦。我先打他，然后你再钻出去打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在你钻出去前，他就过来找我了。麻烦你快一点。他没那么快了，他盗船没那么快了。而且照正常情况来讲，他现在还没看到你。他应该不知道被什么鬼东西正在揍、啊。他前面，他应该是炮台，应该是盯着前面。啊哈！等到你来了，哎、欸，糟糕，打到小岛，尴尬了，尴尬了。好吧，我也快结束了。他冲出去吃肉了、啊，吃小啦，看都会噎死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这会噎死哎、欸，而且我炮坏了一只，我们不要这么拼嘛。对啊，而且他前面的二那一只还爆炸了，你看。对啊。哎、欸、，B 怎么会有人站啊？有啊。出来棒打落水狗，他没有时间理我了啦、欸！出来跟他打。这个现在不打跟戴河，这怎么到头上飞过去啦？那、啊、炮很少只哦、喔，啊没了，很好笑。我是知道他尖尖的是船头没有错，可是。因为他那边虽然是尖，不是因为你知道他头虽然是尖尖的，可是我看他一直往那边移，然后加上我又看不到他船身，我就整个错乱了，你知道吗？还蛮恐怖的。对啊，你不觉得这样很奇怪吗？我就是整个都很慌，你知道？你想想看、啊，那个头明明是在前面，可是为什么车子是一直往那边前去了？那我就会开始胡思乱想，你懂吗？你干嘛那么乱想啊？你哪一天如果说整个很乱想，不是那很可怕，那真的很可怕。不用觉得可怕，哪一天你看到那个什么450那个 B， 然后炮塔往后转，然后一直倒车把你开过来，你会分不清楚前面后面吗？是没错啦，可是因为你知道，我就想说会不会是有 bug 还是什么，还是什么样原因？总之你知道，脑袋各式各样的幻想都在我里头奔驰着，就像在蒙古大草原，你知道吗？你未免也太夸张了啦、哦！你去当小说家好了。哎，我会说。总之，刚刚吓歪我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来，三、二、一 ，Let's go！ 看烟囱的烟，去你的！刚刚倒遮的那么住，你看烟囱的烟，你那又在幻想了。所以你也是在蒙古草原的其中一个幻想区，你知道吗？哪那草原上哪那么多人？不会啊，蒙古很大的。你可以吃蒙古烤肉，不想吃蒙古烤肉。波波龙每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，啊，你不知道啦，因为 bug 也有可能，什么都有可能。刚刚我整个脑袋，哦，刚刚正在剧烈的转痛的，你知道？好像拿着丝巾那边蒙古人，我最讨厌蒙古人了。他们代表台，他们的代表团来台湾世贸联谊社吃饭，吃饭的时候他们在门口那边抽烟，问我说哪边有好夜店可以去。一来台湾只是想开闸，我正经事情都不想做。哎、欸，我们要去哪？看一下。哎呦，我们又带头哎、欸！真假的？干300年没带头了，我再仔细瞧一眼。哎呦，真的！从 C 打到 A 吧。改变阿伦 work。我知道啦，哎呦，我就已经跟你解释过了，你看你又听不懂了。哎、欸，他这次我是不是说了？我就在想说，会不会是有 bug， 还是有什么？然后脑袋又开始奔腾思绪，因为你还是没看懂。哎，我知道了，你国小的作文几分？你告诉我，一定不高，对吧？他这次好像有些地图，他把那个就是那个船，他的岛旁边有没有？他把那个浅滩改深的，就是你到旁边不会掉头的样子。我刚是不会掉、啊。因为之前那个浅滩有没有？它是斜的啊，你过去就掉了、啊，粘住，就粘住啊。嗯。
可是很好玩的是，你粘住，你穿身也没有倾斜，这应该要有倾斜。没有这个，应该物理还没学好。做那么真干嘛？物理啊，这个是物理引擎啊。好，我突然有点想要放弃去西点，因为战力都往西点去。对啊，这样子去我们会被吊打哎。哦，那台敖，我们一转的话，敖把被我们放着。不过算了。还是当个海涛没有啦，简直就是来说是我幻想了。我还是当个海涛法师好，他妈先走在。你确定我们要去西吗？有三个在练剑呢。你看我在干嘛？神经病！我要走了，再见。三台在练剑，再见现在 ，Goodbye。哎、欸，福寿要去的样子哎、欸。天王老子去都不干我的事，我妈要去我也不会理他的，你相信我。我不管那么多，我要当海涛法师。战舰世界，它现在还在封测啦，所以你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账号的。哦，你不要顾着讲话，那战舰在开炮了，然后好像就在打你的屁股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不是我啊。是你。不是我，是你。是你。好蛋啊，敌机凌空啊，我怎么看？哎、欸、靠，这超歪的，他根本没打谁，你知道。哎、欸，我们去 A 啦，我们去 A 啦，远一点保险、欸。对啊，诺诺，被修龙啊！两条啊！哎，营长，你这么宽广的草原，你都可以修龙，你也宠爱。好。没有，拜托帮我保密一下，免得我妈上来揍我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昨天我妈超好笑的。昨天我妈突然打电话来，然后我想说，哎、欸，她为什么打电话来？哎、嗯、呀、啊，不化妆是没有关系，但是眉毛至少要画一下。打来看是没有画眉毛，哎，你在缠什么眉？还是没有？不是，重点是，你知道我是不是看起来都要皱着眉头？因为我这边长痘痘，你知道我长痘痘，然后所有的人问我为什么罗猫要紧皱着眉头，我说我没有皱眉头，是因为长痘痘的关系。然后我昨天把影片上传，也有人问。为什么你要紧皱的眉头、欸？你好像不开心的样子。C 太多人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去 A 啊 ，A 我们打得动吧？我们不是投船吗？我要、啊、我要冲到 B 点里面去找那些战列舰，那個、找那些驱逐舰梳理。梳理、啊。反正放着魔袋不是好事。你跟营长过去就好。没有，我陪你一起过去。你们两个不要肝胆相照吗？就一起聚聚。哎、欸，鱼雷啦！哎、欸，少年，有鱼雷，你有看到无？加几条不会死啦，是啦，但是五分之一的血条没了。拜拜！哎，干无弄到，无死哦，没死就去死，畜生！好、欸，好，明天开始。他妈不学好，他妈又想丢鱼雷。来这哟、喔！来这哟、喔！来啦！哇，我要跟你讲，给我出来，我保证不打死。是呢。欸、好漂亮！啊，这边都烧掉了。妈！现在 B 点抢下来，然后那些 Q 和 C 五先弄死就行了。有呢。哦，克里夫兰在我这边，在我后面。求支援哦，求支援哦。有在支援，在支援。打了一个高伤。哎呀，阿奥宝。打了一个高伤，我刚打了一万多的伤害、欸，我的妈呀！高伤，不过是后知后觉。这一次的伤害有厉害，我终于尝到了同船的滋味了，香香又甜甜。哦，那你输那么多次，总是要给你爽一下吧？哦，八千多哎、欸。原来偷车是这么爽的一件事，因为你靠的都是一些日本船，有没有？日本船侧面很脆弱，
很容易是弹药架，那打到弹药架的锅炉就是大伤，你要全部起火。完了啦，我屁股擦擦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前面没事就好。我们要回头去打那个北面了，啊，北面就比较硬了，就不是这些 Q 卡东西了。啊不，我出温了。先把点抢下来再来打算，我最少我是这么觉得。因为他们有一台巡洋舰要过来摸逼点。The enemy team has taken the lead. 克里夫兰，满血。战舰比较麻烦一点，还有还要闪鱼雷。建议先去学一下弹玉的段玉的凌波微步再来玩，可能会比较容易一些。或者是韦小宝的。对啊，投船好棒哦，舒服，舒服能舒服。哎、欸，你吊错啊！我吊喽！快来人，这边有人中了！哎、欸，你吊错 啊！上帝啦，来啦，礼物！来吧，来我跟你讲，就这啦。昨天没有奖牌啊！来啦，我这里有好吃的，快来快来，狼铁你来接！人客快进来坐。哦，搁北区，不要紧，继续北区，对，就安尼北区就对啊。我要拿下了，各位。好的。一休。什么？这么能跑？哎、欸，他怎么还没沉呐、啊？哦，谢谢大家。漂亮。Enemy cruiser found her。哎，好，拿 A 了没有？拿下来呢？好。对啊，那我们现在要往北面喽，一路向北。哦，我跟你讲，现在熊，现在最稳当的做法就是避开后边，大家开扁啊！你讲啥？避开后边啊？避开后边做熟了。真的，战舰世界只要卡住，就会发出像我们三个这样淫荡的笑声。基本上不能犯错啊。对，这个东西不能犯错。你看刚刚上一个，你看那个克里夫，你看那个人一卡住，我们三个在讲什么话？哎。所以我跟你安怎啊？比了后边做输了，看下个特种几个？因为我们战列，我们要我们的那个妙义要死，已经死了。哎，哎，哪一局一起？哪一局一起？算了，先处理那个残血符咒好了。对啊，残血符咒先处理。哦。把东西弄吸给他坏呀、啊！哎，我会出包啊！哦，完了。哎、欸，我的二也没有了啊，我也没有二了。哎、欸，剑桥区不在这吗？嘿嘿，哎，完了，换我了，糟了！哇塞！哎，这只符咒给我帮我了。哎、欸，求支援啦！哇，我触礁了。有支援，他有没有要揍你？他没有要找你就还好。那有发出嘿嘿嘿的声音吗？有，但是我吸引他一下，我吸引一下他的注意。哦，你吸引一下。吸懒叫了，他现在在打我了。哈哈哈哈哈。然后 ，NONO 有吸引到他的注意。我去打那个不会动的，不要打我了。不要这样子啦。哎。他好像要中招了，干路！哎、啊，对，他中招了，他中招
哎、欸，那王八蛋，你在打我，畜生！我就打那个不会动的啦。有啦，我正在动啦。哦、不要乱讲话，我动得可起劲儿了。哎、欸，闪、欸、过了，太好了。我会被气，你那不嘞？哦，好紧张哦。刚还以为我GG了。收掉，快！谢谢大家。哎，最后一台。哎、欸，我们要打战列舰还是打航母啊？当然是打航母啦，废话。可是战列舰会打人，我们还是打战列舰。好啦，那还是打一下好了。It's Congo 上。哇，他在靠我，快逃啊！啊，我在帮你，你要吵了吗？还有八分钟，没有、okay， 这个可能会占点赢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吃到！你不要再跑了，你给我退后！好，那他直接冲到你前面来好不好？还有人说 No cap please， 这家伙搞不清楚情况。那脑子有病哦 ！No cap please， 哪一台啊？跑那么快？哦，当我没讲，难怪可以跑。好想放弃哦，打不到他。独立号，独立号，我记得跑不快，他还蛮慢的。独立号还蛮快的。独立号很慢，我记得。独立号很快，我有那、啊、我有那一艘。是小人技术吗？那个独立号他用的是跟我们一样的船体，所以他跑33节没问题。哦，高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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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哪个智障？看一下什么鬼来着？扶桑，他躲后面躲了老半天，然后现在说：“哎、欸，让我杀杀，让我杀杀，拜托别站点。”他还在那边 No cap please， 耶、yeah！ 我们这一场突然好神哦！没有这个带头，你好好打，其实本来就可以打成这样子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你的经验还很高嘛，是1700呢。跟我爸就敢靠近了，只有1000。所以人头党是有的，那你靠了五台、欸。什么人头党是有、啊？哦，你立正哦！我刚刚一过去一打二收了两台，你知道吗？两台两台乱七八糟的船嘛。你收了、欸、你收了三阶船跟四阶船是多么得意的事！你开 K 六，你懂什么、啊？这是我一打二，这没有三阶四阶了，靠北！什么三阶四阶、欸？胡说八道！都把四阶五阶的，都五阶六阶没有，然后这一场没有四阶船。这样只有五阶六阶哦，对啊，五阶六阶看到没？你知道我冲进去，好像长山赵子龙一样，七进七出，一打二，然后拿到这一个的获胜，再捡了三个尾刀，差不多啦。哎、欸，我伤害很高哎、欸，不能这样子讲、啊。没有你们两个原始经验都是1700，表示你们的伤害都打出来。我打了72000耶。哎、欸，我也打了很高的伤害，但是我没捡人头，所以我经验就不高啊。爸不能这样讲，你们自己不准才怪我。哎、欸，你们真是嫉妒心太重了，真、欸、是。战列舰啊！哎、欸，你说我们打不准，我们打不准的话，刚刚是不是？刚刚是不是他剩最后一个血的时候，我有一发还在那边 reload， 然后我看到枪林弹雨的，大家都打不死他，最后我只好收掉啦。我自己是为了队友的生存着想嘛，对不对？哎，真是。哎、欸，所以不玩了。怒喝水，怒喝水。那个没有，因为就是那个啊，哦，上场了，上场了。对啊，因为他九点要打单机了，对啊。对啊，我到时候就练一下。对啊。打得不错，对啊。我要把这荣耀的一刻停在这。